好，家里的盾牌也太多了吧？啊，超随意多盒。的，食物不足啊！吃西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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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瓜买起来很便宜。哦，这样也对收啊。到，好扯哦！哇，哇，送保上护来，伞的帽帽哎，换一个。那去食物买食超物。远距离资源。太远了，哇，喷装了。No，可以买个那个啊，回归石啊，很好用。我身上都满了欸，天啊！天啊，他们的装备有够多的欸。对啊，捡装捡到然后满重点好是家里的那个箱子也就没办法再扩张。多。对啊，怎么有个人啊？爆炸到极点。你怎么在这里呀、我买啊，金苹果小吃。家伙！小家伙！哎，中间怎么都变蓝色了？他们偷挖走了吧？他们偷挖，在挖掉。偷偷挖。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偷偷挖呢？坏。我好不容易才放上去的，我花了很多钱呢、欸。然后村民还被移位了，被推走了吗？回家了。对啊。嗯。都挖掉了。因为正常也是跟这个人超久的，30秒。我都不能复活，父母，一定是因为你们一直抢在那里。真的。你等下可以去资源回收区看一下，应该有一大堆东西。真的。你直接跳下去我把它全丢回家了。哎呦。有过去哦，有过去家里哦。有过来家里吗？哪里？好。跑走了，跑走了。这都拍出来，嗯，没有钻好，在底中间的下分数又都没了，怎么了？我被挤下来了，我再上来，我再上来。被挤下去，我真的觉得食物倒一个不够啊！对啊，人少人多就太少，对啊，不然就是食物倒也要可以加速一下。加加，加加食物岛，喂。真的是加速的。来打！欢迎们，哇，他们一堆人，一堆人全部哇，都全钻部石都装。烧起来，对啊，是吧？有，弓箭支援，弓箭支援。好，我在突袭，侧边突袭。给我干掉一只。弓箭支援，弓箭支援。喂，有，攻打四个进去金了，苹攻打果。进去了。喂，继续打，继续打。推进去了，推进去了。我要吃掉这里的绿宝石。OK，OK。好吃，好吃。吃。哦，吃饱吃满，吃。等一下哈，弓箭支援，弓箭支援你。给我什么？等一下，哇，装备。告诉我，好痛哦。没有很强的装啊。等我一下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杰克坏透了。够满了。他把对面那边全部都放好了。放上我们的核心。原来是核心转移术啊。哎，我只是跳上来而已，我没有要挖。这怎么不行？弓箭支援你们！哎，我没有挖，我没有挖，你不要打我！耶！哦，有个包装了，有个包装了！来，走一条路，闯进去看看。一个背后有西瓜的，我看到了。喂，什么意思？捡牛排！我暂且偷偷摸摸跳进去了，好像被看到了。啊！被看到了！哇哇哇哇哇！在他们家，我在他们家。有，我们都在他们家门口。我们都在他们家。我在他们家里面。家里有可能要顾一下，看有没有偷摸。啊！我走出去。杰克，你还有那个核心吗？没了，刚买了6颗。哇，可惜，谁还有核心吗？完了，没有没有。他们家的那个战神呢，也可以放我们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放2颗。不是，是你给我小帮手，你给我是蓝队核心呐、啊，我们不要、啊。他们围上来，他们围上来，围上来了，被卡住了。别哥跑过去，我们都打到自己人，都打到自己人，可以站开一点。我们家，我们家。啊。家里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我在家。好，有人在家就好。10等，6等。哇，90根箭只剩一半了。啊，真的。锋利二，打成一团，我就偷偷在那边附魔，偷用他们的附魔台，对，还不错用，偷附一波，
异国复活附魔团，异国附魔干嘛？原本只有异国出柜而已。哎，异国附魔团，哎呦，没关系，我们已经9400了。嗯，欢迎的，欢迎的。那我再在这里吃一下东西哈。所以其实像我们这样强攻进去，就是要把他们底下的那个战神给攻陷。对啊，放上去。对，在那上面我们就会变成世界无敌猛了。真的。然后再放那个狂暴的有没有？就是我们就可以中毒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雨燕，你就爆炸了！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欢迎手榴弹啊！我有手，有人手榴弹丢过来。但是还好，因为这边上面可能卡到建筑物。炸不好，他们有保护，这是我们的。我已经站在这里不会离开了。欸，我站上来了，我站上来了。可以。他们有个弓箭手，我把一个弓箭手射下去。他弓箭手下来，弓箭手下来了。对对对，不要让他弓箭手上。团团，你挖，我保护你。后面，没事。后面弓箭手在后面。Nice。你站在那边不会离开了，超帅。结束喽！刺激！哎，轰炸时间，轰炸时间！我怎么进不去？太疯了！那里有用屏障挡着。啊！居然！哦！看他们炸不完啊！对吧？还会复活？有什么？哎，门是开的，门是开的，你们随时可以跳出来。不过是两个高就是了。两个高啊！哇哇！不过是两颗高啊！我们来看有谁可以领悟到这个隐藏小通道。哇，我快炸死啦！隐藏小通道。哇，好酷啊！这我们用看，领悟到，有领悟到了。最后我们用看的就好了，想要看一下它的那个随机岛是怎样。好啊。看一下，先换成原本的。哎哎，核心遭到破坏，核心遭到。我连在这里都迷路，太迷路了吧？太迷了。看一下哦，赤焰鬼谷，中央岛外随机建岛模式，哦，只是开测试一下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样打完了，好的，嗯，好，哎，哦，他会重置，他会重置，他说会卡顿个30秒，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就是岛会自动建完，他重置的样子也好帅啊，对啊，一格一格的删掉，嗯，一块一块的。偷偷看，哎，都没了。哦，我要起飞喽！哦，我要起飞。哦，中间有吗？他现在建岛，他现在建岛。有，他没建。开始的时候会卡顿一下。他说到30哦，到二十二马克到右边到卡顿30秒。那等他卡一下，可是每次卡一下，我就被旁边人挤一下。对啊，就挤一下，然后人挤一挤。太像了。好胖哦！看一下小雨的脸，哦，好胖哦，蓝头发，啊，蓝色的。这里面不是只有我是蓝色的？对呀，就是你。小帮手也有一个蓝色的哦。他头上还有一个 L， 就是你。那对，是我。那哎，还想讲什么？那对，是我。哎呦，光可以走了！哇，哎，真的都盖好了。太好了，嗯，哇，我们一出来就是西瓜岛，不容易，对啊，哎，我们这个被进攻会很惨，真的。而且你看我们这边还有那个巨臂，有没有就可以直接走上来了？对啊，真的。哦，不会，这个跳不上去。哎，他好像哦，他这两边都一样。哇哇，太多西瓜了吧？两边没有没有，都随机的，两边不同。对面三个西瓜，这个是什么？对啊，有些西瓜好多哦。对啊，哦，那个是新的那个岛，就是说什么好像可以。对啊，那能做什么？会被打掉是不是？因为要用冒险。干嘛啦？我在看叶片小桥。
都是很烦你。都比我变创造是不是？我白痴欸，小屁孩！我在看倒一直揍我。对啊，哇，我了。直接变创造看比较快，有没有？对啊。我们一般玩是生存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冒险吗？冒险吧，冒险。所以这个树叶是怎样？他一开始有说，好黑哦，好黑哦，拿来电路的，电路。可是打掉欸，你要打掉才有办法。可能用镐，说不定用镐可以把它打掉啦。嗯，因为你冒险把它打掉，它就会有那个叶片小虫。重来挖核心的啦，坏坏。哇，你又被打掉了。他们又跑，他们真的是啊。这么想挖核心啊，不让你们挖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把门封起来啊。看得到挖不到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看得到挖。烦死了。看得到挖不到。大家就在看东西。弓箭手，弓箭手卡住了。他烧自己了。过去啦。所以我猜啊，应该是用镐子可以打掉，因为你打掉它的话，就会获得一个叶片小桥。嗯。哦。应该。他说可以挖青金石跟树。哦，很酷。对，是哪一个岛一直失明啊？我看。那蘑菇岛啊？蘑菇岛吗？因为中央啊，中央啊，中央的有那个啊，瘟疫岛啊。哦，对啊，瘟疫岛就是让你失明跟虚弱。不然我刚一直飞飞，然后一直黑掉，到底是黑掉，然后直接摔死。没有摔死，就是一直黑黑，然后我不知道往哪边走。哎。把它打掉就可以了。嗯。嗯。啊，所以这是随机还蛮酷的。不过像那叶片岛，我刚刚没有找到哪里可以放啊，可以买啊。他不是说那个还没时装吗？不是还没时装。所以在随机的地方才会有。对啊，应该是随机会放进去，可是现在没有。嗯。叶片是上面有红地毯的，是还没。时装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它有，哦啊、反正还有蛮多还没时装的。还有叶片的好像已经时装了，它上面没有红地毯，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买了。现在还没办法买啊，用买的买不到。对、啊，可是随机它会。可能就是在随机这里才会有，很酷。嗯、哎呀，所以改天我们就可以来这个。这也是一种玩法、欸，完全不用盖，直接让它直接冲。超费有没有？直接盖好。哇，不过我觉得这最重要的是会绿宝石很缺，嗯，对，因为他没有什么绿宝石，对啊，要去抢绿宝石岛，要去抢，可是你要抢又要买装，买装又要耗费绿宝石，啊、所以超难，免洗了，不免洗一只，真的就不太不容易，可能超多西瓜岛到处都在回洗，啊、可能那西瓜的想要与我们同在啊。就算他人不在，岛还在，好不好？白痴！好啦，休息啦，下次可以再来挑战。休息。嗯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的福岛创意真的是每次都让我大开眼界。每次有没有已经有了一些想法，然后一进来又有新的东西，也很期待这些什么这个草丛岛，好不好？草丛什么岛的，圣诞老人岛不用管，这个会被变掉，会被变掉，因为它的建筑我觉得比较奇怪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都给100分，好不好？都给100分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啦！喜欢这部影片，喜欢福岛创意这个系列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哦。以及，这个地图的连结在资讯处已经都有公开了，好不好？那每次随着我们去游玩有更新的话，就会放上最新的连结，大家千万别错过啦！那么呢，我们下回再会溜，拜拜！啊，也别忘了11:30还有正义猫猫时间，拜拜！